取一张正方形的纸对折，最好选一张两面颜色不同的纸，将有颜色的一面对折。这里我们用白色做笔头的部分，另一种颜色做铅笔的外侧。将这里折起来，然后旋转折纸，将这部分折过来。把这里裁下来，您可以使用剪刀来裁剪。留下较小的部分，对折，将这个角沿着中线向内折。因为纸张较小，折起来可能有点困难。旋转折纸，将这个点折到这里，注意和边缘对齐。翻转折纸，把这边折进来，然后将这个角继续向内折，同时注意保留笔尖的形状。两条线中间会有一些空间，但是笔头的位置要保持尖角。另一边重复同样的折法，同时保持铅笔笔尖的形状。现在您的折纸就完成了。